宠物法会，不管你是有在世跟不在世的，如果你有想要请我们众神去照顾你的毛小孩，这个都可以。对，其实现在的社会还蛮多是不生小孩，以毛小孩为主。对，就毕竟我有一个我家有一只猫咪，我也很爱它，每天都会去看它。如果你是在世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像我们虾皮之后会出宠物的那个平安符，对，你可以依照你喜欢的去下单。再来是不在世的，不在世的话，其实蛮多人报名的，也蛮多人就是有回馈，有入梦，就是虎也有入梦给他，就是有带着他的毛小孩，哎。去享福之类的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我自己看呐、啊，应该是有百折以上、啊。就其实我还蛮感谢，而且我们的虎爷这么给力，真的很，他是照顾你，就是过世的。对，你想要你心里面有放下这颗石头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在这边报名的。了解。对。